快打胡说看十一，十一从不自贴金，绝对零度600场，胜率78%，排名第二，对战刘康，很可惜未能找到其战绩。冰雪滴落连招美，神火飘摇拳脚踢。I admire your discipline, Sub Zero, and I your honor, Liu Kang. May you be as humble in defeat. Round one, fight.空中冰斧抢个先，双斧斩落空，刘康少林战士借无影脚强化两次，龙焰增伤，无声斩贴上压制，接下段火球，双龙踢命中，已经逼到墙角，上挑飞空，零度前踹断节奏，跳跃换边，落地天寒接冰球，月头天寒滑铲下点，寒气冰人冰之身轻点，落地寒气滑铲收尾，双动三连压制，轻点则头落空，刘康起身反攻，零度再次反压下点抢断，黑暗指令命中，无影脚强化贴身压制，龙焰加上冷风来袭，少林战士得手，无影脚哦吼毁灭一着，零度翻滚双斧月头拼招相杀，回合结束。 Round 2空中冰斧紧身上前，伸展挡妹下踢后撤，冰冷木穴冰球冻住，起跳轻点天寒接滑铲，刘康脱离意料之内呀，则前投掷继续关墙角，月头压起身，天寒则下冰球送上，跳点天寒滑铲下点寒气冰之身，落点轻点寒气滑铲强化，19连击400伤害，我第一次看见在实战中打出这一套，太帅了吧。刘康龙腾踢强化，龙焰火球再来一发，不是吧，要和零度打远程啊，零度可以失误很多次，刘康一次都不行哟，你看完了吧，冰冷木穴双斧斩滑铲强化，零度一个正蹬扳回比分。End you. Final round, fight. 依旧冰斧双斧月头，刘康少林战士踢空，冰冷接冰球，跳点前踢玩了个小心机呢，可惜被刘康防到了，零度后退拉身位，深度冻结蠕动冰强化，空中冰斧深度再起蠕动冰贴身博弈，零度小招不停，不点不欧，黑暗指令接下段火球，刘康莲花突进再次打空，冰冷木穴接冰球，跳点前踢双斧月头滑铲强化，一拳毁灭，比赛结束。谁能把零度打这么好呢？那自然是我们国服第一零度滴落太美大佬啦，感谢太美大佬允许十一胡说。Sub-Zero wins.